我的小孩太瘦小，很难挑书包。我们家宝贝肉肉的，也很难挑书包。孩子太娇小，发育太好，长得太快，上半身太长，特殊身形真的比较难挑到适合的书包吗？不，其实你只是需要专业的建议。台哥 Family 根据销售出3000万个书包的经验，归纳出不同身高体重的小孩最适合背什么大小的书包。正常体型建议您根据这样的比例来挑书包，其他体型请您按以下分类。希望这个影片可以帮助到各位正在烦恼的家长们。如果还有更多疑问，欢迎询问 Tiger Family LINE 官方客服哦。Tiger Family 全球获奖第一，销售第一，售后服务第一。